这个款有几个？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哎呦，我都没有给价了嘛，你怎么那么凶啊？我只不过让你老婆一对便宜二十九，你是给的太低了，你自己去宝山花吧。之前我给你买多少了？润耳钉？不是，这个它是一对呀、啊，还要加托啊，你给的那个钱太离谱了。你不是说你上别家去看看吧？你上别家去看看。哎呀，等一下了，我再挑一下货嘛，行吗？你上别家去看看。你两口子太凶了。我的妈呀，你看一下，越拿得多我们越亏呀、啊、这个的话随便剪出来一对，它都是那种很干净很干净的宝山蓝红河湾冰料，种水品质质量非常的 YYDS。 这个款式好多哎，你看一下，有这款，还有向阳花款，我的天哪，你看一下，还有这个款式，还有姐姐们，它这个盘子里面的款式有超多，还有这个款，这一次的耳钉让你们随便的挑个够，全部都是那种超荧光颜色很红的那种，超冰啊，这种蛋面的品质的耳钉我之前没有卖过，但这个料子是真的漂亮，真的很好，行吗姐姐，这个180一对了好不好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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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你这便宜我20块钱，我裸石都拿不来，给我买多钱呢，工费呢，没得看了，你把它放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等一下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手上的就按你说的价拿，这些你还给我就行。八，这个有八个款式，这个款也不一样。你别挑了，真卖不了。九个款，你看一下，颗颗荧光感起的超级巨美，超荧光的那种。它这里面有100对，100对里面都挑不出毛病，你就根本就不好砍价，就按180了，好不好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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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。两女，哎呀，本来我们是卖280的，你都是每次都是给你滴滴的，你来一次砍一次，来一次砍一次，跟你讲，朋友都没得做了，谁跟你做朋友？你去别家找，不要来我家看了，我只是你给的太低了，我跟你做亲戚，我跟你不做朋友，做亲戚，不要来跟我攀亲戚，我跟你不熟。这个盘荧光感真的是巨美呀、啊，这个小耳钉180一对给的价钱。然后总共有100对，18000，不行！哎呀，姐姐可以的啦，大哥，大哥都不理你了，大哥都走了。你老公好说，你不好说话。你给的不开心就卖了，你给的钱那么低，谁来都不好说，你给多一点嘛。爷都不行，听见没有？叫大爷都不行。真搞不了这个，你就一百八了。手上挑的你可以了，姐，大哥大哥，快点来，叫大爷都不行，听见没有？我给你10对，给你10对，不要，我要一盘全部扫空，因为这里面的话它款式不一样，而且质量的话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真的就是那种 YYDS 品质质量真的是非常好，闭眼入的。你也知道品质，咱们要特意想着都说这个好看，叫我买这个，他买回去送他老婆一对。十个款式每天戴不一样的，可以哟，好看，经济还实惠，关键是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纯纯的，没有经过任何的注胶，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染色，拿回去直接佩戴，180一对，姐姐们喜欢的冲啊！谢谢老板娘，盘子端走了。谢啥呢你？我给你数现金吧，转钱人家不收，给钱都不要。今天，来一万，我再数8000出来就可以了吗？哎呀，可以的啦，哥。怎么卖呀？这种，又拿钱来诱惑我吗？你还没有你弟好说话，现在我跟你说，你给那么低，可以的了。你去整个市场看看哪家会卖给你，就这样了，拜拜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后会再见，下次来再见。不要来了，不要来了，不要来了。姐妹们，这个一定要去冲，100多一对，品质质量非常在线，喜欢的宝宝评论区里面告诉给润子，又红又润。